Thank you.
感谢各位书家前来本国参与盛会，本王敬备特定所有地，请各位大帅苦寒饮用啊。国王，这次召集各国使者，不知有何要事？诸位大帅，匈奴先必定定，锐欠我族，先后起兵，致使洛顶倾覆，进食南迁。现下我西域各国也虽安联，却也不得不防啊！国王所言甚是，中原战乱，已属延期，故此用今下面慌乱之中，我定也不能置身事外。正是如此啊！真是混乱出自本王，请各位大帅前来，就是为了避免各国发生这款的状况啊！请各兵言，诸位大帅呀，要同心协力。有理，我定正有此意啦。来各国联合，西乡伊好定调又是有所依，那回国兵走红军子，无经暗访是经夫妻。如此甚好啊！我西域各国哪会当团结？就算中土动荡不安，咱也会当保护自己，幸免于难呐、啊。国王英明，我等回国之后必定向国君贺旨，有劳诸位啊。报禀国王，贝尼伦使者请求觐见。贝尼伦，好久不见啊，快宣。是，贝尼伦使者觐见。多谢国王。游走西域，遍中土来往同乡，
想好好朋友免礼啊，谢国王。好朋友一别经年，别来无恙啊。这几年中原战乱，生活确实是无好过。托国王之福，陪你轮过会当伫中原西域安然度日。这次带来什么好消息啊？国王，请容我向王后与公主献上礼物，请看。主意自有打算，咱就莫阁小看伊啊！对啊，魏美伦，你方从中土而来，可为我顶说明近来事态。阁较重要的是出了何等人才，也好何本王招贤呐！国王求才之心是众人皆知。只是近来战乱纷扰，中土人民自保都袂赴啊，人才难出啊！想袂到人才济济，中原也有金密啊！永远拢是无相，
永远拢是虚幻的境界一场。偏偏咱人总是爱争爱抢啊！是啊，这一切拢是贪婪所致。国王，你要人贤，又何必下金求援？其实在咱西域嘛，人才济济啊。哦，愿闻其详啊！聪明，以西的天德国出了一位将相之才。哦，天德国，你是讲？邱摩罗炎，邱摩罗炎，可是迄位博学多智、冠体上位、一心向佛的邱摩罗炎，正是啊！原来公主，你早有耳闻啊！好用你说，邱摩家世代为上，好人不敌，伊的家族人人自细就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当然伊会成为人中之龙。公主，你这位邱摩罗炎虽是好人才，但是伊的家族背景，日后必然会接受上位，辅助伊天德国君。咱屈之国却也无法得到。为你论，你既见楚人，也岂不是空谈呢？国王，这天上的星星虽然美丽，咱会用的在夜空中欣赏，就已经有够啊，无必要爱加慢落来，敢不是？国王，王后，这是不一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听闻邱摩罗炎已经气为二家，魂游四方了。气为二家，咦？已经昏游四方了，连天德如此大国，就老伊袂调了。伊要来管理，来到咱这个中年小国。兴王，这嘛无定着。如今咱屈指，早已是西域富国，古清名家拢集资在此。假使兴王你若是会当成困上腰。那是阴阳苦酒，那位邱摩罗炎，我听到伊，伊会来呀、啊。这，阴阳呐、啊，好朋友，哪有机会，你就要替我引荐呐、啊。国王，请放心。此事就交由我来办。父亲，真是一座好庄严的佛国净土啊！邱摩罗炎兄，我当初跟你说你还没有想要来呢。是、啊、两位大人请请。请请请，谢你哦。来，
万难。六岁，你岁古情犹在，共襄要盼我来。也不过，这一路上，甲看来。不负林路总两代，何须经年做桥开？这，哎呀，就算是无需要斗三工，啊，不过你看，绿洲高。千心烟火经路轮，人生经历轻叹顺。两位大人，国王已经城门口迎接。两位大人，请。好，请带路。这是啊，哎呀，你莫管遐尼济啦，带我来就是啊，请请请。哦，请。继续，原来是你，让我目前，我刚才想要好好修行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。恁两个人不但拢在绿帽，而且又同款殷勤精进之心，来当同行同修，互相扶持。是不是美术一展呢？兄，我，